默契台有多红，小 S 带女人们南下决心被突破。Blackpink 粉墨西台3月18号、19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开唱。18号团员搭乘 YG 经纪公司安排的高级专机，从金浦机场出发，中午抵达小港机场。而高雄市政府也首开先例，安排原本只有公家机关人员出入的国宾式 VIP 通道给 Blackpink， 可说是国家级礼遇呢。不可能要 Blackpink 啊，你名气没那么大。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攻击我吗？然后费尽千辛万苦抢到票的小 S， 今天也被募集带着女儿们南下追星当 Blink 啦。其实 Blackpink 这回是暌违4年来台，人气也比当年翻倍再翻倍。从容纳8000人的林口体育馆跳级到4.5万人的高雄国家体育场 ，Born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横跨亚洲、欧洲和美洲。因为台湾3月18号门票被秒杀，才加开了3月19号的场次哦。最便宜票价2300元，最贵摇滚区8800元，共9万张门票全部卖光光，至少4.3亿入袋，甚至有黄牛票喊价到40万呢。跟演唱会场馆相近的高雄万豪酒店则是3小时卖光500间房，高雄高铁也宣布加开2班北上列车疏运，预估将替高雄带来1.8亿观光效益。他们从2016年出道，正好是 K-pop 打入全球市场最火热的时候。能用韩文、泰文以及英文的女子组合横空出世，歌曲风格洗脑，颜值全部都在线，就先加100分啦。他们被韩媒誉为新一代 2NE1， 而且四位成员风格完全不相撞，组合起来很火 ，solo 起来一样火。除了 K-pop 也走跳时尚圈，是出道即巅峰的现象级女团哦。Blackpink 打破的20项金氏世界纪录，最新一项是他们在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所有歌曲播放次数已累计88亿8000万，是全世界女子组合中串流媒体播放量最多的艺人纪录。MV 点阅数以亿为单位不稀奇，身价也都是无意起跳啦。IG 追踪人数 Rosé、Jisoo 约7000万 ，Jennie 约7600万 ，Monet Lisa 高达9000万。啊，顺带一提，四位团员的 IG 追踪人数在韩星中都霸榜了前5名。Blackpink 还扛起公司9成营收，以 YG 去年营业额3911亿韩元计算，他们大概贡献3519亿韩元，约90亿台币。YG 娱乐若想继续签下4人，分别需要给每人200亿韩元，约台币4.7亿以上的续约金哦。